哎，有。这个是。哪里？怎么了？这云飞得很快，算是有点快。好快哦，对云来说。你刚刚说今天晚上怎样？你不要再说一次了，因为我知道你要拍。你怕我记下来啊？嗯，上一次影片你就说我们的坏话。可是那个不是坏话，那个只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不喜欢你有那样讲。哦，为什么你不喜欢？很害羞。很害羞，因为你觉得自己觉得那样不好吗？嗯。你不喜欢别人知道你不好的事情吗？但是因为那里面也有开心的事啊。你觉得画黑板开心吗？画黑板是开心吗？所以有时候开心的事跟不开心的事是会混在一起。没错。好香。
你都捏爆他。